第35题，关于 FC 燃料电池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燃料与产物相当环保。我们看到它的燃料就是所谓的氢气跟氧气，产生的产物是水，所以这基本上都没有环境污染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选项 A 呢是正确的。选项 B， 电能转换效益低，不易推广。我们在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，它的转换效益是所有燃料电池最高的，最高可以达 70%， 所以它的转换效率是高的，所以选项 B 呢是错误的。选项 C， 消耗氧气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，这当然是错的，消耗氧气并不会造成空气污染。选项 D， 目前 FC 已经广泛使用在手机等装置内。我们看到前面的叙述，它用到的地方是太空梭的发射、人造卫星，然后呢还有阿波罗的计划，并没有所谓的手机，所以呢我们的选项 D 是错的。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关于 FC 燃料电池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燃料与产物相当环保。